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德怀特呢要伙同 Rick 进攻这个尼根的一个军事基地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呢已经准备待发的要去进攻这个山顶寨了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里面的设备好了。这个老兄在盘点所有的军械库的东西啊。然后呢，上面有一些爆破品。这个老兄呢，在检查周围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异状。然后这两个人在讨论怎么样进攻这个山顶寨，蛮悠闲的嘛，还在喝咖啡。然后这位老兄呢，在这个盘点我们的弹药啊、装备啊之类的东西。接着是这个油精啊。戴帽子那个是尤金啊，还有这个疫情的防疫人员在这边讨论怎么样。哎，等下这进不去哦。他们在讨论怎么样制作更多的大量的弹药出来啊。现在维修这个弹药的机器非常的松散啊。啊，这个老兄在干什么？哦，他在修电灯啊。啊，这个好多防毒面具啊，该不会是要用毒气来攻击我们吧？我必须要警告这个 Rick。上集那个卡尔呢被僵尸咬了，所以他可能过不久之后就会离开这里，所以我们 Rick 他还是决定要拿下这个尼根。那这次会是由这个我们的 Trevor 当上我们的小队长，来吧 Trevor， 各位兄弟们上吧。先看一下，等一下我按到那个狂暴模式了。等一下，那边是不是有个人啊？哎，被他看到，被他看到，哎呦，尴尬！恭喜恭喜，快点！哇，他拿那把什么黄金手枪的？哎，旁边有人过来了。我们先从小路过去。德怀特说这边有个路可以过来。Let's go, let's go, come on！ 这狗过来了。然后掩护啊！哎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！旁边有人。跟着我啊，兄弟！挡开！后面有个人呢、啊，射死他！哟，我在这边。这个军事基地的防备不是很多人哎，是代表说他们已经出发了吗？还是我们来晚了？就简单几只小猫而已啊！哎，多好啊，耶稣！没有敌人。感觉真轻而易举啊。应该没有人了、哦。看一下、欸，你们都不躲一下啦！哦 ，You really suck！ 乖乖，我走错边了，另外一边才对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里啊！人呢？人呢？一直听有人叫嚣。躲一下，躲一下！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人在上面啊？
啊，我看到德怀特在屋顶上面。这边的军，这个人死得好惨，爆头在。哦，旁边这个军火好多哦。也爬上来好了。喂，哎，我看到三个人，杀！这都不要留啊！嗯，现在清理一下里面了，先把门射开。哎、欸，有人冲出来啊！哎呀，枪下亡魂啊！哇塞，这里跪了一堆人啊！哎、欸，赶快冲进来，帮我射击一下！旁边，旁边，我是不是应该让你们打一下、啊？那我等一下射身体，你们射头啊，好吧？不然都是我在射。小心啊，旁边可能会有人呢、啊。哇，这人好多、啊，躲在门口。人呢？人呢？哇塞，这边还有炸弹啊！看起来他们要同归于尽了。人冲出来了！嗯，下去也要小心一点。我在门后面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。你假巴啦！哎、欸、嘿，掉出来了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尴尬了，尴尬了！哎、欸，耶稣冲进来！Go go go！ 哦哦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人啊，旁边啊！躲在这里，还有人吗？出来面对啊！出来面对啊！这应该没有人啊，可是我怎么一直听到有人在骂脏话？这里看起来是安全啊。啊，我看到那个德怀特在上面了，我先上去找他一下。
啊，这个德怀特说，那个尼根呢，他已经前往这个山顶站的路上了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，他已经得知我们已经占领他的军事基地了，所以呢，他现在准备要逃亡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先去逮捕他吧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呢会前往这个德怀特说的这个地区啊，我们看到大量的丧尸跟这个他的尼根的残余部队啊，刚才已经被丧尸咬死了，先把这边的丧尸干掉。我刚刚发现一个东西蛮好玩，是我丢这个烟雾，这个吹的瓦斯在地上有没有？丢，他们会躲起来，然后要爆的时候，僵尸会跳起来。我再试试看，丢哪边？丢这里好不好？人多的地方丢。你看那丧尸会自己跳起来。僵尸还是有点人性的嘛，对不对？欸，等一下，是尼根吗？我看到尼根了，他在射我们了。你看这边是他的残余部队啊，是被僵尸咬，就是哎，这是谁？我在旁边。尼根躲在后面，尼根受死吧！尼根给我出来！那个小枪对我没有用的，放弃吧，尼根！我在上面偷射我，快，把他围住，把他围住，围住他！快点吧，围住他！僵尸一直过来，走开啊你！尼根，接受审判。他其实是无敌的吧？这他都不会倒啊！我来树后面，不来面对啊，尼根！不要再跑了！我真是魔王级的，射不死啊！血有多厚啊？打他，快点围殴他！马姬，快点！应该有10000多血吧？我射不死啊！太扯了！我用手枪，快！还对枪啊，对枪啊，对枪啊！射他啦！不行，我散弹枪，不信打不到你。火箭筒啦，好不好？火箭筒啊！轰！啊！对，尼根终于倒了。哇，他的睡姿多么的美妙。东西捡一下。打僵尸啊！好，我们这次终于顺利的捕获这个尼根啊。那这个 Rick 是说，因为卡尔的遗言是希望说两边可以和好，所以他决定要救这个尼根。那么，好吧，你叫我把他干掉，现在又要救他，你这什么意思嘛？对不对？然后。是算是我们这一次的完结。那之后呢，也许会出其他的外传或是什么的。当然，我们的崔佛的家人还是要去寻找嘛，对不对？那因斯路可能就会先到这边做个结束。那如果还是喜欢看因斯路的朋友呢，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，以前按个赞吧，好吧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Not sure what I'm doing here, and the days don't work out the way I thought they would. And before you, there was no one who understood.